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，也没什么要放弃的。为什么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多的难题？也许眼下的困难会让你丧失信心，不知所措，但是请相信，生命正是因为充满未知，才会有百般精彩。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有困难就去面对，有梦想就去奋斗，勇敢而真实的活着。至于将来嘛，反正一定会来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能帮助到你，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来这里告诉我们，因为这里是解忧杂货店。